这是一家废弃的一个餐厅，好，它坐落在坟墓区旁边。那为什么这家餐厅为什么会被废弃呢？据网友提供的这个故事如下。那这个故事小鸡无从考证，它可能是虚的，也可能是实的。像小鸡就是实的，线上的哥姐就是虚的。好了，不要，哥姐不要再讲色的东西，讲故事正经的，一直在插嘴你呀。那这个坟墓区的这个餐厅呢，听说之前这边是一家兄弟经营，那为了经营这家餐厅的这个监护权呢，他们大打出手。那哥姐，你们都知道兄弟阋墙会变成兄弟西墙啊，这个哥哥就拿这个弟弟的头去撞这边的墙壁的其中一个地方，让他的头真正的西墙在上面。那事后的故事，到底这个弟弟到底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隔天你当我关落音是啊，我就不得而知了。听说反正这是家兄弟经营啊，那为了要经营权呢，兄弟就大打出手，你一言啊我一句，进而被进化成你一拳啊我一脚，变成两人三角。那这也废弃了二十几年了，隔天在。一般这种建筑物，你没有拜地基主，或者是说你没有人住的地方，基本上废弃的房子都会被附近的好兄弟，尤其是农历七月的时候给占据。更何况，这在100公尺外就有一座坟墓山，这家餐厅早就被很多好兄弟给占据。今天小鸡即将在线上刷电昂亚界普隆宫进去这个不可思议的餐厅，今天晚上又会遇到什么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前进，你看，这当时应该是他们的室外的地方，这个当时他们室外的这个餐厅啊。哥姐，我难道看不出来这是室外的吗？你没有这屋顶，当然就室外的嘛，跟讲干话是吧？你看，他们有开封室外的，这应该是吸烟区吧？我在猜。可是这边废弃二十几年了呢，十几二十年了呢，在十几年前的话，应该是没有。下令禁止室内吸烟吧，我在猜，哥姐有没有这种道理？你看，哥姐会卡吗？哥姐会不会卡？会卡的话，哥姐可能是又惊样哦，哥姐眼干是啊，对不对？我没卡，你却卡了，像话吗？这里不知道门可不可以进去嘞？这里的大门好像在这边。哇靠！你看。它外面这个东西都塌掉了呢，有没有这种道理？哎，靠，这边被人摔破的痕迹哎，哎，这有人来过是不是？可是有来过是不是？好了，隔界，进入状况，不要再问干话了，先进入状况了，看到没？眼前这一扇门竟然被破坏，代表有人来这边糟蹋，是不是？我找回他。他窗户没锁可以从窗户进去对不对？但是有人帮我开门了呢。操，这有点危险了，是谁砸的啊？是人家不讲武德是啊，没有钥匙直接隔间，他没有钥匙，他直接这样开，难不成就偷袭也收袭吗？那石头是他钥匙是不是？拍谁哦？哦，这不是我砸的哦，冤有头债有主啊！拍谁？龟有头债有主哦，有人在吗？这边真的是坟墓区嘞！靠！不要紧张，我提到哥姐，一切在我掌握之中，卖跟丢西西嘛！瞧你们担惊受怕的样子，真的是没得过了。哥姐装可爱是不是？这有水吗？哥姐，你
以为开了约10秒钟它就水出来，是不是？不是这样开，水龙头不是这样开，你要有水，你要这样开吗？哎，靠腰，快点靠腰了，不要开玩笑了。这是开 app 的啊，不是不是。这是水龙头，对不对？摩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给我一点水，给我一点水，我吹它。给我一点水，我吹它。给我一点水，我吹它。诶诶诶！哎，我操！挖一挖挖得出来，他拍 A 片是？不是，我说，哥姐不要开玩笑，线上的弟妹妹赶紧睡觉哈，小鸡哥哥这个直播可能不方便你们观看。我说开水龙头喝嘛，对不对？哥姐不要那么紧张嘛，不要那么紧张，嘻嘻。喝水哦。哦，他这边应该是他们的那个柜台的地方啊。有了吗？有了吗？傻小啊！不好意思哦，五兰伯，哥姐丢东西啊，他摔东西啊，他摔东西啊！他摔东西，他摔东西啊！哥姐，他什么声音啊？猫吗？没人呢、啊，锅烧意面冬粉，材料三种火锅料，我操林呆，太谁哦？锅烧意面来一碗噻、啊，这什么东西啊？隔天你刚好可以听到有人摔东西的隔天，有听到隔天说爱心，刚才他很摔东西耶，哦，要搬走还不忘记把这个冰箱的东西带走耶，这边不知道，这边应该是没有废弃20年啊，我觉得再猜应该是废弃10几年而已啊，刚刚那个声音不得而知啊。我操！靠腰啊，傻小错、啊！妈，你该恐吓我是不是？啊啊！你恐吓我是？啊！哎哎呦！我操！哎呦！哦呦！哦呦！就激动的哦！哦，很激动噻！比爱跑还激动噻！我操！我他们错起，我以为他在跑100公尺，你在跑半马噻！错起的。好帅！而且，哥姐，你看一下他窗帘，这个窗帘废弃10几年了。那之前有一个艺人来这边吃饭，也不是艺人呐、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发型设计师来这边吃饭。结果他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发型设计师忍不住把这个窗帘剪个妹妹头啊，超灵！他还把剪个刘海，你看到没？对不对？
多么的创意，好好一个窗帘不要剪成这样，那个发型设计师我看你一次打你一次啊，对不对？你自己不回去自己剪你的头发，你跑来剪我的窗帘，像话吗？还谁啊？哦，国际发型设计师 Roger 在吗？ Roger 记得。哎呦，我操！洗吧的，这是弄你的同胞的东西。哦，哥姐，我跟你们说，我忘记跟你们两件事了。这个餐厅呢是独家，目前没有人来拍过，这边是独家，独家的点，特别的点，就留给特别的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随身的人在一起，特别的点给特别的你，我们都要今天的在一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有人在吗？独家点赞，看来他也不认识我。你看这飞机真的很久了呢，超久的哇，东西都没搬走呢。你们到底还有水吗？没有了。真的啦，哥姐，我讲真的啦，刚过几步站你啦，这有钱吗？不好意思，柜台收银，钱卡住，要找钱给客人，不是有点激动，不好意思。总共找你2000元，客人给你1000元，你要找2000元，我放款的，哥姐，我放款的。你有什么电可以带啊？哎，靠，这真的飞起很久了呢。这真的飞起很久了。有人吗？有人吗？跟我听到有人在敲呢，跟化妆师，他这里没有男厕女厕，对不对？好像是之前的，对。我刚听到人在敲呢。靠腰。有人吗？他在磨刀啊，他在磨刀子啊，他在磨刀啊。来第五了吗？里面有人在？我跟你讲，他在磨刀子，有听到哥姐说爱心，我讲真的在里面。不好意思，你在厕所磨刀干嘛啦？磨刀要在厨房磨，你跑去厕所磨，要割包皮噻？我割过了，不好意思，你割你自己的就好了，有了吗？可惜他真的在磨刀。
哎，不是，你看有脚印呢，有脚印呢，有脚印呢，它里面一定有人啊。有了吗？有人在吗？哎，打扫的，不好意思，扫地，打扫叔叔来了哦。来吧，鸡巴，这种磨刀干嘛了？哎，你看你的刀比较长，还是我的扫把比较长啊？好，赶出来！耶，没锁哎、欸！有人吗？小姐，你们看门后面有没有人？没人，为什么厕所有声音？没人，为什么厕所有声音？而且我们刚才是耳干，是不是集体耳干？门后有铁的声音，没有啊，没有啊。可是我们刚才是不是在厕所外面听到厕所里面有人在磨刀霍霍的声音？他磨临时磨枪上阵。他想要斩我这只鸡，还是看到我会怕？嘿，看到我会惊，哼，我不是第一摆出社会啦，哼，不录了，不录了，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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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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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会惊就好啦，真的没人啊。没人呢，看我腰啊！的，哎，不好意思，我来打扰你了，不好意思。哦，虽然刚刚效果做的有点多，哦，但我开玩笑而已啦，希望你们不要生气。哦，我知道你们这边。都是很多隔壁坟墓过来的后牙弟啦，拍谁拍谁，我公孙九娘啦，好不好？大概做结朋友结，哎，不是，我是讲，谁要跟你当朋友？我的意思说，不好意思哦，人鬼殊途。哎，可是这个铁的声音啊，我操！这底下。而且哥姐，我跟你讲，这边他们这边是以前他们内用的餐厅，在这边。然后，这个以前他们使用这个餐厅的桌子，好像每一堵餐厅桌子都长菜花，是不是？操林丹，弄那么怂的桌子，难怪这家餐厅会倒嘛！你看一下，连天花板都落下来了，看到没？看到没？要是我哥姐，你们会用这种桌子来当餐厅吗？有道理嘛？很 low 呢，这个设计。啊，不是，我说，可是要低调低调，不要开玩笑啊。
What the hell 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整个一个不高兴啊，直接天花板直接 bang bang can， 看到没，整个桌子都直接压扁，看到没，就针对你这只花，有没有，整个天花板就只针对这个花，看到没，你们选的桌子这一定是做几个问题啊，你知道不，不太好笑的啦，真的啦，哥姐你们看一下这个重点啊，我靠腰，这个天花板跟这个桌子有仇呢，你看你看，选这个桌子就大错特错，你知道吗？拍谁哦？来第五了吗？我才要问那个桌子多少，多少钱而已啊！哥姐，我刚才讲的话好像你们心不在焉呢，你们该睡觉是不是？这个波尼含波尼。波为什么要喊他，这个波尼是什么东西，波尼是谁的，为什么要喊他，对不对，波尼不是啊，这桌子就很难看，你要买这个桌子干嘛， IKEA 有卖好不好，还是要波尼在吗，啊不是不是，可以不要看一下，哦这好像是隔间的呢，哎靠呀，哎，这个啊，这个掉下来啊，这个啊，隔间，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铁的声音，隔间，是的，隔间刷一下，不是的，隔间刷三，是不是？可见这桌子很美，你们审美观有关系不是，你看哦，白色的桌架，然后黑色的这个桌上再搭配一朵花，哥姐请问一下，你是边吃饭边出刷是不是，拜托一下，这个是人家办松鼠的用的呢，对不对，你们跟我说这桌子很美，哪有，哎，白色代表不好的那个，你被出刷的时候，黑色也是被出攻击的时候，攻击的那个你的西装上面穿黑色的嘛，对不对，然后你的西装胸前又别朵花，哇塞，哦六起，难怪会倒嘛，对不对，不是我在讲啊，对不对，哥姐你们如果有人过世，你们要包那个礼给他，你们用什么包啊，你们要去参加葬礼要穿什么颜色衣服啊，你们要怀念人家用什么花，你看哥姐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不谋而合，难怪这家餐厅，你们还在跟我说桌子很美，我的个 KG 干我呀，整个天花板都落下来，还跟我说这桌子很好看，气死我呀，哦，对不对，整个桌子落下来了，不要开玩笑，而且你看一下这边，我操，洗板啊，我操你大爷，那做的吗，我没有去看，我操，不好意思哦，我那个门没有碰，他自己倒的，我操回答，哥姐我真的被吓到，我操你的哥姐，什么很娘啦，哥姐你们是不是很娘啊，哥姐你有看到那个门直接喷出来呢，而且我还没有去摸，正常来讲小区去这样摸那个门就会倒，超坏蛋，我没有去摸，我经过我那个走路的风震到它，回到那个门怎么会自己倒下来，
没有没有，隔壁有什么叫声很娘？什么啦啊？好敢出来啊！啊！隔壁什么叫娘娘腔？你才娘娘腔啦！好敢跟出来！啊！好敢出来啦！现在开门啊！操回答，靠腰嘞！靠腰，那个谁呀、啊？哎，有人吗？啊！干！刚刚有人在敲门，刚刚有人在回敲哎、欸，哥姐你有听到吗？有听到回敲？我想真的，刚刚有听到回敲的哥姐，刷爱心。我操！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呢，这个门掉下来，我找回它。等一下，看到二楼啊，看到二楼啊。有人吗？他这边应该是另外一边的餐厅了、啊。我一直听到有声音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停顿？你这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呢？这不知道什么声音呢？超回答。这个声音怪怪的，有听到吗？隔壁有听到一阵一阵的，有看到吗？有听到吗？靠腰，看我现在压力很大哎。这什么声音呢、啊？等一下，这样我没有办法太明显。等一下，看我先出去，我先出去一下。拍谁哦？等我一下，我听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隔姐，你们线上有了解这个声音的吗？如果知道的话，帮我回答一下好不好？
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可是你们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吗？可是怎么下雨的声音？我这没下雨啊，为什么水声？有下雨的声音？不好意思，我出来尿尿而已，好，我再回去拍。可是那什么声音啊？好，我再回去拍。哥姐，没事没事啊，没事，我出来尿尿。没事没事，哥姐，我出来尿尿而已，别紧张别紧张，太紧张了。刚刚上回他在里面，那门突然崩下来，里面踹几雷。好，哥姐，没事没事，我出来尿尿，我回去拍，我回去拍。我想说那个什么声音呢、啊？吓死了！拍摄有人在吗？不好意思，我回来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Surprise motherfucker！ 他以为他这样子会把我吓跑，你知道吗？你看，隔心，我们刚刚是不是整块门直接喷出来？我们刚才在这边的时候，对不对？然后那个整块门就从那边喷出来了。我超会打，他是想警告我要我离开，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哥姐，我跟你讲，他可能这个门喷出来是叫我想要我冲浪啊！我翱翔天空，任飞机慢慢坠落，你会散去，他会回来。哥姐，他门喷出来是要我爸冲浪，是不是？不对吧？这门怎么会突然喷出来？好了，哥姐，我上去了。这该不会有住人吧？喷水哦，五郎吗？他有喝酒哎、欸，那个是酒瓶吗？隔间那是酒瓶，是的，摔先。不对啊，我们在下面弄，我们在下面听到那么多声音，他上面没反应，还是他已经习惯了？怎么可能有灯？这飞机那么久了呢？我不敢开灯，我开灯我怕被他发现了，我找回他。要去拍吗？对，要去拍吗？我怕让我吸毒哎、欸！有人吗？有住人吗？看这边怎么可能会有电呢、啊？我超会搭，这飞机十几年了呢，每次都有电。他是用爱发电是不是？哎，有住人吗？那我昨天我看到他躺在床上，
给那我这就看他躺在床上啊。有没有住人？有人吗？要不要进去啊？我会紧张哎。哎，大哥，你如果住这边的话，跟我讲一下好不好？拍谁？拍谁？我操你的！哎呦，我操你的！哥哥，不要拍我，操你的！好像有住人呢，可是我们不要打扰他好不好？那有住人呢、啊，欸。大哥，我拍影片而已，你五郎吗？你是邻居吗？关灯了，怎么可能关灯？靠腰嘞！看他关灯了，看里面有住人，里面有住人，我要不要去拍啊？等一下有点紧张啊，那里面有住人啊，他关灯了嘞！哥，我现在很紧张，你看他们有一个。我的酒啊，他有住在那里啊、欸、大哥，我给你2000块好不好？我知道你发现我的存在，我也发现你的存在，我们彼此发现，互相发现彼此的存在。你存在，夜来的林小酒。开玩笑啊！可是我很挣扎，因为我怕他喝酒，然后有吸毒，你懂吗？住在这边。你觉得要进去拍的可以刷一起，你觉得要离开的可以刷赞，可以帮我做决定没关系。可是跟你讲，我有预感哦，哥叫我探险，以前到现在我有预感里面没有人，你信不信？可是他关灯了，他还给我关门。刚刚有看到他谁？刚刚有刚刚看到他出来关门吗？是不是？大哥，我给你6000块，那个好不好？政府发的好不好？你别生气好不好？我超伟大，关灯了啦！拍谁哦？大哥，你一个人喝酒很闷，我陪你喝啦。零六 K 零六 K 打开花器。大哥，你在睡觉吗？大哥，你在睡觉吗？我操！我要躺在那里，要躺在那里，那我现在怎样？我不打扰他，我超威他，
大哥，你是俩头噻，喝太多噻，叫你不要喝那么多，你给劲哦。可是要不要挑衅他？他不理我嘞，而且蚊子那么多，他睡得下去？喂，喂，看我闻到很臭的味道，我超伟大，超帅，我感觉那个，感闻那个味道。我现在会紧张，他妈的！但我之前遇过，他妈的！干！我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可是我讲真的，有尸臭味，干！妈的，怎么办啊？哎呦，我不敢分开呢。那个很淡啊，没有很重，那个没有很重，就淡淡的样子。难怪这么多蚊子，我靠腰。可是很臭呢，那个，那也不叫尸臭，就是垃圾堆的味道那种感觉，就很臭很臭的味道。我一靠近就有，你知道吗？欸，大哥，大哥，不好意思哦，我拍影片而已，好不好？你有在吗？大哥，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你动一下好不好？还是你很多天没洗澡，我闻错了，你动一下好不好？大哥，如果你还活着，你动一下好不好？如果打扰到你，动一下，你脚动一下。可以吗？大哥，你还活着吗？哇！我的天嘞！他叫王孝生，他叫王孝生，他叫王孝生。可是要翻开的，可是刷爱心，可是帮我刷爱心，陪我一下好不好？帮我刷爱心一下，三、二、一。春天的风真的好哟，他超伟大，不要再闹了，哥姐。狗又是啥小啊？这什么东西啊？这头皮呢？那头皮呢？昨天摸到小鸡的手，好开心哦！鸡啊，我跌脱相呢，你不要突然跟我告白嘛！我整个超灵带，整个超伟大，我要，你懂我那意思吗？对不对？对不对，哥姐？我正在吃鸡当中，要假如说我跟艾婆在吃鸡当中，她突然问我说：“底下宵夜要吃什么？”我不是整个软掉，哥姐不要趁机跟我告白好不好？现在哥姐现在很紧张，那不知道什么都有头皮，你知道吗？有头发，你不要跟我告白好不好？大哥，我鸡啊，我错塞了，哥姐别跟我告白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免费啦，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不要一旦这免费，而且好臭哦，哎靠，要这啥小啊，靠，好臭，哥姐你看，哥是傻笑，我哥真的走，真的走，我哥好臭，哥姐，我跟你讲，我这个是棉被啊，是棉被啊。有了吗？哥姐，哥姐，那盖那个灯谁关的？那灯不是亮的吗？那灯谁关的？而且这个我们盖饭盖是棉被，但是棉被它外面有一层已经干过的黑色的液体，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个很臭，我翻开那个味道整个扑鼻，你知道吗？这是他头的位置。我来拍谁哦？有人吗？我感觉很臭，真的很臭。看这灯臭臭的。不要睡了啦，睡了睡几点了啊？该灯是你关了是不是？给鬼鬼鬼骗人家乖乖嘛，做假台是不是啊？玩点小游戏做假台，不要再做效果了，好不好？哎，好了，哥姐，我们去别的地方谈了。哦，这边是那个呢。刚才椅子在这边，感觉怪怪的哦。旁边是往生背吗？哥，我回来了 ，surprise！ 不是啊，这棉被啊，这棉被啊，普通的棉被啦。哥姐，不要看到超龄带黄黄的就往生背，对不对？哥姐，你看到黄黄的就往生背，哪一天你们去台北搭计程车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说那是往生计程车？我的气息干无恙嘞，对不对？不要那么敏感嘛。对对，下次你搭计程车，哎，那是往生计程车噻，黄色，刷几嘞？那被子，你要不要我翻把它翻开看？要不要？这里好像都空空的嘞。这边在郊区啊，所以讯号可能不太好。那边好像真伟大，靠腰哥，而且我手机怪怪的，我手机怪怪的，看我你就怪怪的，哥你们还在吗？你们还在吗？哥你们还在吗？靠背啊！看我一过来，超伟大！我一过来他就卡呢，有人吗？有人在吗？
为什么手机怪怪的啊？好烦哦！隔音我刚有关灯吗？我刚有开灯关灯。等一下，我刚开灯关灯。我刚开灯还关灯。可是我可以开灯还关灯。我刚刚关灯啊，有人吗？有人吗？我刚刚进去是关灯的啊，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我刚进去是关灯的，我没有开呢。难不成他是声控的？有人吗？不好意思，有人吗？没人啊。诶，啊，我操，我靠北啊，棉被不见了，我操，洗衣板，操，哎，但是太扯了，这太扯了，棉被长脚不见了，这太扯了，这太扯了，哥姐，这太扯了，棉被长脚不见了。我靠呀！看我大哥了。而且我们刚才打开那个棉被，是不是我们打开棉被，它是里面是棉被，然后它是沾着那个黑色污渍的很臭的那个味道，液体的味道的棉被，我打开都是棉被啊，里面那个棉被不见了。干，也不上去啊，我觉得他在警告我呢，可是我觉得他在警告我呢。而且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脚步声哦。没有，我不是我的啊。不是我的啊！哦，是我的。靠腰啊！不上去啊！可以不上去啊！好烦哦！靠腰，真的很扯。会不会回去靠腰？他要回去躺好。可惜绝对会吗？绝对会的刷爱心，绝对不会的刷赞，会不会回去他都躺好？可惜会不会？会不会回去他都躺好？看没味道了嘞。洗板有人吗？他会不会脱光光等我啊？不见了，不见了。
好放进去耶，还是我们盖全部都鬼遮眼，里面没有东西。对对，靠，哥姐真的不见了。而且你们说哪从哪里开始找？这个床是实心的，所以不可能在床底下。我操！我一打，我就把它找出来。可是要不要空拍？要不要空拍？我们来空拍吧，我们空拍吧。哥姐，我来空拍要不要？我们来空拍，看他会不会回去。哥姐，我是真的要下去哦，你们自己在撤哦，好不好？好了，可以刷一星。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人，会不会是鬼？因为我们刚以为是有喝酒的人住在这，但是没有人，流浪汉，会不会是鬼？哥姐，拜拜。不好意思，我马上离开哦。不好意思，我留了两万人陪你，拜谢哦。拜谢。
阿成哦，不好意思。你说准备跑不见是不是？命鬼造起人呀！啊！命鬼造起人吗？你在哪里？隔街操你看，明飞不见你还在那边开玩笑，隔街不要再闹了哦，明飞不见嘞。可心不要闹了，超林丹很不尊重好兄弟耶，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哦。可心不要闹了，很不尊重好兄弟，好不好？我跟你讲，你到废墟的地方，一个闹很累，这边跳跳了很累啊，等一下。三分钟了，三分钟了。这音乐就是三分钟四分钟，对不起啊，刚刚我打扰到的地方真的跟你说抱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踩上去，拍子拍子拍子，对不起对不起，
翠大姐。琳娜，太姐哦，对不起哦，太大声，对不起。好，哥姐，哥姐，这个一镜到底全部拍完了，那个棉被真的不见了。好，小金已经这房间全部都拍完了，这个棉被真的不见，它真的消失，我没办法。哥姐，你们追踪小金的赖官方赖，小金以后开播的话，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 888。哦，哥姐，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小金的。YouTube 频道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好，你们到这个界面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开启小铃铛，这个小铃铛一开呢，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